咧就似乎咧就以江泽民为主导咁样，其实全派得一个入局咁样，但系其实都唔影响嗰、那个安定全面，唔影响个平台发展嘅。系咁样国内咧嘅经济仍然可以保持7%嘅中速發展速度咁樣。咁即係其實嗰個格局都係即係江派嘅人多嘅。咁咁其實即係其實會唔會對習近平嗰個施政會唔會即係有啲咩影響咁樣？我完全冇影響嘅。因為第一咧就係佢本身其實今次嘅接班安排咧就唔係話今時今日嘅，就早喺五年前嘅中共十七大嗰陣時已經開始嘅啦。嗯嗯。嗰陣時，譬如話阿習近平係上海市委書記啦。係。李克強就係遼寧省委書記，咁佢兩個都係即係自從三級跳一職就直接進入呢個中央政治常委嘅。嗯。咁樣先會有今日嘅習李新政嘅出現嘅嘛。嗯嗯。咁其實咧就同埋咧你習近平今日在訪問嗰陣時都介紹過啦，即係李克強就係十七屆嘅中央政治局委員，又係常委，而其他嗰六個包括你黃其山啊、周高麗啊咁樣佢哋都係十七屆嘅政治局委員嘅，即係大家都合作，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好多嘅規劃啊，包括譬如話大報告，即係胡錦濤嘅十八大報告咧，所制定嘅一啲遠景，包括譬如話係咁2020中國經濟會靠而家翻一翻啊，咁周圍都係啊，咁其實佢都有制度咁樣嘅即係目標嘅，咁樣相信佢哋都會響一個共響一個響即係都會一齊會為呢個目標而工作而奮鬥嘅。但係其實咧，今日咧出嚟呢排咧。其實即係嗰個排名咧就係啊，就七個啦，就包括啦習近平啊，以前李克強、張德江、鄭星、劉雲山、黃其山同埋張高麗啦。係啊，咁樣咧就嗱，如果按今即係十七屆嘅慣例咧，胡錦濤跟住咧就係吳光國噶嘛，係即係一個係國家主席，一個係全國人大委員長，但係咧，因為咧就國內嘅中層文化咧，就不嬲都係論資排輩嘅。因為習近平同埋李克強咧，都係十七屆嘅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常委。所以佢哋一連任嘅話咧，佢哋自然係排喺其他唔係十七屆嘅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嘅。所以咧就就嗰、那個。編排咧就唔會好似即係十七屆之前咁樣係國家主席跟住就係全人大委員長啦。咁我只睇應該係習近平咧就係國家主席啦，跟住總係總書記啦，跟住李克強咧就係呢個國務院總理。又就跟翻咧就按翻以往嘅排法啦。張德江就係全國人大委員長。而鄭星咧就係呢個全國政協主席。劉雲山咧應該就係好似類似而家李長春嘅角色，就係專管呢、這個意識形態宣傳系統嘅。係中宣部嗰、那個唔係，佢係專管呢、這個意識形態宣傳嘅中央政治局常委，係比呢個中宣部部長高嘅。官商部部長咧，而家人工部啊，應該一般咧就係全名就係由而家嘅四川省委書記劉傑寶去頂上噶嘛。咁樣黃其山係最清楚噶啦，因為黃其山喺琴日嗰個十八大閉幕嗰時咧，就同時當選做呢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唔係中央委員同埋中紀委委員。咁佢一定係呢個中紀委書記噶啦。咁樣咧就係、是張高麗咧，就一般嘅講法就係佢要做呢、這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咁樣就即刻就分工已經其實都一目了然嘅嚟緊就。咁即係新嘅政治局常委，即係其實佢哋上咗場之後，對政治同經濟，即係對內地嘅政治同經濟有冇啲影響咩影響㗎？
我諗朝鮮肯定有啊，但係佢話影響咧，即係習近會有大變咧，就唔會嘅。即其實我就啱啱都講過啦。嗯。即其實你整個接班安排咧，就唔係話今天開始嘅，係開始嘅啦，冇錯。嗯。啊，就從一個國家副主席啊，一個即掛黨務啊咁樣。就上嚟，另外一個就係李克強就從呢、這個國務委員副總理開始咁樣嚟叫人做，即係做起。即係大家經過，即係變咗，因為有咁嘅基礎咧，其實變咗同即係上一屆政府咧係一個很好嘅銜接嘅。嗯。啊，因為變咗好多外交政策咧，都有佢個本身嘅延續性。咁啊，呢正正就係阿林鄭提出嘅嗰個發展觀，即係一個最重要嘅內容就係要。即係可持續發展啊嘛，即係無論喺經濟政策好，喺外交政策好，或者響即係其他嘅國內政策好啦，都其實都因為有咁樣安排咧，都係有利於一個持續發展嘅。當然咧，持續發展就唔係等於變，但係我係會即係循序漸進咁樣變呢個就係。